新升级款的啊，除草悬钩开钩一体机啊，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四冲程9个马力的。今天咱加装的一个除草刀，看一下除草的效果啊，轻轻一拉就着了，无极变速，给油就走了啊。来，简单老铁看一下啊，两驱多功能微耕机全新升级啊，升级为力帆的发动机，汽车的品牌，品质是有保障的啊。四冲程9个马力，垂直轴全齿轮驱动，不是皮带传动的啊。咱们这一款是30齿，一般的微耕机都是26齿，咱们这一款是30齿，转速1分钟可以达到4500转以上，不仅转速高，平稳度非常的好。升级为油式离合器，内置离合器是油式离合，从油里泡着来工作，更坚固更耐用，铸造一体合成的变速箱，是终身免维护的啊。今天加装了除草刀，除草能达到微耕的效果，看一下，轻轻一拉就走。非常的好操作，看一下打的这个土块，喜欢的老铁说。